伴我，谢谢大家，非常好的一个日子哈。那个很荣幸来到这里能为大家演唱，也祝福我们北京协会20周年，能特别送上一首金歌《故乡是北京》送给你们。程明老师，还有程明学校艺术舞蹈团，以及刚才为我们带来舞蹈的加拿大多元文化民间协会舞蹈团，一首《故乡是北京》，让我们想起了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思
思念我们的故乡，也思念我们的祖籍国中国。说到我们的中国啊，我们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流传着中国5000年的历史渊源文化。那么